艺术节。立科技主，我来问您何人是天珠敖？我那是天珠敖。天珠敖，听讲，我来问你叫何名哩？王不英。家住哪里？江州府江下关。既是如此，可有本酒随身呢？本酒在此。待我扯开一关。果然天珠敖王文英温酒饮酒，点点珠玑，可堪以为金科新科状元呢。且慢，高大人啊，你安尼生起来，要挑战技术，敢会收费简单了吗？先天出好你的金属，又够地出好你。哦，文书逐见。既是如此，请文书下令。好，提出好来，奏上名来。名官王文英，文书也可数。文书在此，请上来。有我，我来。啊啊啊！太好，太妙了，官夸嘞。在地书豪文秀丽丽金秀，那你应该先可上我有一地书豪书的。请，官大人，您讲天书豪已经地书豪，两地为做新科状元，我们叫的叫要讲金书豪。哦，要林书豪。是哦，官大人下令来，林书豪在。是，无你叫何名姓？我不要。那你家住哪里？江州府江下关。老爸叫何名姓？王清。可有温州？温州在此。英雄，过来。过年，写个字字锦绣，点点珠玑。那安尼，金科状元非你莫属。进。天珠敖，温州锦绣可堪状元，文书万岁，地珠敖，地珠敖，温州锦绣也是可堪为状元，花大人，地珠敖也是温州锦绣。但讲一颗，当中温州这里好的技术这里些，不如你为大人向前对温州来，技术先在这边，是啊。文书，这是天珠敖的文章啊，请你关心。地珠敖有你关怀，你关来林珠敖包啊，带我三名下回关来。一文章写到啊，今日自己可堪金科为官哩。包大人，我天珠敖地主，林珠敖大请来。在在，我包大叔快问了你，天珠敖你叫何名？我就是王文英。地珠敖你叫何名？王文英。地珠敖，地主叫何名姓？王文英。
江西是真多。天主啊，我来问你家住哪里？江州府江下关。地主啊嘞？江州府江下关。天主啊，住哪里？江州府江下关。江宁，江国勇，江名利，江国勇，江名利，哎呦！林伯再来问你，天主后王文英，是老爸何人？王清，母亲何人？罗氏。地主后王文英，我来问你，老爸何人？王清，母亲罗氏。地主后我来问你，爹亲何人？母亲何人？爹亲王清，母亲罗氏。共名共姓，共故乡，共父母。你都十名，记住三代一批，四位大人用进来。布大人，快去啊！文书，花大人，你有听到无？哇，听太清楚啊！人讲一条天柱，一条神，你可出现三个王文英，同名同姓，同故乡。老爸老母同人哦，这妖怪啊，分明是一真两假，有人无名诈姓。我看天主后是真，我看地主是真的，是，我看银主后乃是真啦、啊。我看天主后真，地主后真的啦，银主后才是真的啦、啊。天主后一表人才，小生扮正好，地主后。哎呀，新冠，太公，天中人犯，惊路安尼，带高铁带遐重，分明男人女体唔是吊架咧。地主后是假，地主是真诶，地主后是真真诶啊。人主后是真啊，人主后是假，哪有可能？人主后说做一表人才，台北大市唔是家中变奴才啊。天主后是真，地主是真的，无可能啦！天主后是真，天主后是真，天主是真，分不来，分不来，哎呀，分不来，地主是真的，天主后是假的啊！后辈人各位，天主后真，哼！天主后是真，地主是真，我地主后是真，天主后是真，什么好？天主后。好你个光头啊！地主是真的啦，地主好是真，地主好是真。不定就难解哟，太空地转世都难不解。三年真假啊，来难分辨啊。我讲地主是真的，我讲你不信。我讲因素何是真？安尼，三人在手理论，未当分出真假，老毛意思，不如传。